啊，什么？你被抢了？吓我啦！你不明白情况，我真的拯救地球，我要上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。今天我们要来玩 Club， 我们今天要来玩一款地球被外星人入侵的游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。今天我们玩的这张地图呢，是一张国外的剧情地图。这张地图呢，一样是我们的小伙伴帮我们翻译的，让帮我们在看影片的过程中啊，可以看得舒服一点点。这个小伙伴啊，他是专门负责翻译 Wiki 上面的一些文件，是很厉害、很厉害的小伙伴。这张地图呢，它的故事剧情大概是这样子的：从前从前，地球有一天呢、啊，突然遭受到了来自绿绿星球来的羽毛的袭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帅哥星球，帅哥星球绿绿星球，没有绿绿绿绿帅哥星球，为什么融合在一起？帅哥星球是那个星球上面的人都想要变成帅哥的一个星球吗？哦，这样子好像也可以，都已经是绿绿的星球的帅哥，越来越复杂，你到底从哪里来的？帅哥星球啦，这张地图就是一个被外星人入侵的故事啦。那在今天开始之前，如果宝宝们喜欢我们一起玩这种有趣的外国解谜小品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3.1415个喜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圆周率啊？你知道为什么是圆周率吗？你知道圆周率跟外星人有什么关系吗？我自己很喜欢外太空，你知道 NASA 应该是 NASA 吧 ？NASA 曾经发射了一个，就是上面载有着人类文字的不是人类文字，人类的一些密码的东西，在一个往太阳系外面飘的一个火箭吗？那个火箭的用意就是让外星人如果看到那个火箭，把那个火箭给拦下来的话，他就知道在地球上面有文明，然后人类就会被消灭掉。上面应该是有着3.1415的一个图样或者是代表的东西吧，大概吧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看看可不可以突破3.1415，好像还在突破哎、欸。我们把点拿掉好不好？如果是3.1415的话，这样子就会是一个是怪奇吧，314159。可以要是突破314159个喜欢的话，明天外星人就会出现在我们家。好，那准备好了吗？羽毛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准备开始喽。准备了，3, 2, 1 ，Go go！The day the turtles came， 那一天乌龟来临的日子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是乌龟吗？因为在美国、地球，哦，这样一个闹剧般的星球，这是原始人，这是智慧生命可悲的借口。哎，他在嘲讽我们吗？他会做到的。所有人都向领主致敬。东西，这是乌龟星球的人吗？哦，而且是绿绿的。羽毛，他跟你来自同一个地方哎，原谅星球，我听不太懂。原谅星球啊。闹钟哎，这是我们吗？看着。好，他把闹钟砸了。哦，刚刚说到乌龟，你知道为什么是乌龟？啊呜！他刚是另外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啊，是我们啦。到了，我们每天要服用咖啡因的时候，找到并使用咖啡因。羽毛人在哪啊？哎呦，弹出来，弹出来！喂，你怎么知道是你？我就说你是外星人嘛！没有啦，要不小心钻进去了。刚刚说到，你知道为什么是乌龟吗？因为在美国有一个传说是，宇宙是由乌龟之神所掌控着。它是一个万能的全神，而它是一只乌龟。Marvel 的设定里面也有这种设定啊。如果宝宝们知道的话，你们应该知道 Marvel 里面有一个很强很强的神，它是乌龟。好，那准备好之后，我们就稍微探索一下我们的房间。这张双人床哦，所以你是我心里面的一个寄生虫，没有，不，心里面的一个灵魂，有感觉脏脏的。咖啡哦，咖啡机在这里啦，我们要喝咖啡，这个是咖啡机对吧？确定不是巧克力吗？哦，巧克力牛奶。按住潜行键，默认使用 Shift。嘿，哦有啊，准备咖啡中。哦，你有注意到上面减少了？有。嗯，热咖啡，咕噜噜咕噜噜，透明咖啡。哦，有声音哎。哇！喷的满脸都是。啊，我的衬衫。谁在那边自找噪音？羽毛啊！不是我，不是你，还不是谁？我会找出来的，小精灵，超气。与此同时，在政府实验室的某处，有点跳，有两个人呢，左边是我，所以我在想啊，这样胃里面有酸，肝脏里面有碱的话，请问你可以让人把它拿去炸了吗？空杀，不能，在讲什么啊？
Professor， 这是一个紧急的状况。那是什么？我飞走了，我飞走飞起来。不明飞行物在靠近地球，我们的军事防御起不了作用。教授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不要害怕。你是不是不会念？我们已经为此做好准备了，跟我来。我应该是特务啦，我应该是特务，感觉起来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我是特务。这个房间橘橘的，没问题。压力板？哦，不是啊，一般的羊毛。他说跟他走，是不是？靠近我，好、哦，靠近他。我突然死掉了、我们是后面那个啦、虽然有时候会变成第一人称，然后有时候会是这种过场动画的哦，黑西沙虾米西沙，哇，这西沙让你眼睛享受它吧，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、有了这项技术，我们可以消灭任何东西、这台机器、可以做什么？我为你解释一下哦，还会转呢、欸，木转转、这些干嘛的？这些绿点点呢，是你们正在讨论的外星飞船呐、羽毛就住在上面，对，没有，还有这个，这个装着有等离子加农炮的卫星，这是你的军事训练派上用场的时候了，没问题。我看一下、彩绿色的箭头可以往左移，打，我们是。小蜜蜂啦！彩绿色箭头往左移动，红色箭头往右移动，按住 Shift 可以发射大炮，你就5滴血，祝你好运。如果准备好的话，按这里开始。如果觉得太过困难，想要降低难度的话，按这里。游戏开始之后，点击才会生效。哼，所以绿色是让我们的飞行船往左，然后红色是让我们的飞行船往右，然后他说。按 Shift 的话可以发射，这就是小蜜蜂哦。你知道小蜜蜂是什么游戏吗？我不知道。按一下，那好吧。要开始了。离开了，3秒后转移控制权。控制权一转移，我干嘛？往右，往右。然后 Shift， 然后往左。Shift， 哇，神躲避，神躲避，发射，发射，发射。好难哦。其实还蛮难的。哇！一滴血，我现在有多少滴血啊？现在扣1滴了。我总共有多少滴啊？5滴。哇！又扣1滴了，超难的。哎，这不简单哎。哎呀！哇！哎呀！哇！我是金子弹干嘛？我是金子弹干嘛？又扣1滴了，超难的。我的妈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爆炸了！对不起。好吧，这些东西花了我们可是百千花十万百万千万10000000美元。我们待会会把账单传送给你，现在你可以点这里重置游戏。我没多钱啊。我刚刚把我们的那个地球的那个太空船给炸掉了。交给我，我现在超强。来，我已经 get 到他们的子弹了。有变简单吗？发射，等，go！哎呦呦呦，就是这样子，继续来，左一点点，左一点点，呀、再来，左，不对，这是右，左右不分，很累，等，好辛苦啊，往左，闭嘴啊，跳闸，我越来越强了，再来，等一下，闪过去，没事，最后两只，可以，来。最后一只，跟你拼了！去吧！没中，有，等，来，哎呦，有没中？你太强了吧！有啊！耶！超强哎，干得好 ，buddy！ 不客气，你摧毁了外星人入侵者啊！刚刚账单我还要付钱吗？这似乎很容易。没有好不好？超难的、欸。实验室人员，这是紧急状况，教授，我们刚刚接收到了一个讯号。播放它。哎，绿色的人类，你已经落入我们的圈套了。哇，你这个极乐的所有飞鼠都是我们的生产机啊！我们的母舰人毫发无损，投降吧，人类！我们将与你战斗到底，我们没有的用途。哇！我觉得我刚刚失去我的工作，怎么有点呆？总统不会高兴的。与此同时，让我们看看 Ted 在做什么。好笑哦！嗨，
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的那个声音。哦、啊，是我们刚刚在，他是住在实验室隔壁吗？这是什么？哎呦，不是绿色的、啊，紫色的，一个飞碟，飞碟，哦，我们要靠近他吗？是他们的母舰了，哇！乌龟星人，还有吗？还有第二位，哇！太木张版了吧？哇 ！Alien One， 外星人一号，外星人号，正轨，我是，他就在附近。哼，什么？谁？他们一定在讨论一些邪恶的计划。什么东西？哈？什么叫做我是？不要移动你的话术哈。他们一定在讨论一些奇怪的计划，所以他们现在要去哪里啊？到底在干嘛？那是他们的脑袋吗？绿绿的，根本就是你的族人哦！哇，有嘞，这是便利商店吗？这便利商店绿绿的，为什么到处都绿绿的？你好，欢迎来到地铁站。地铁，我们这边有各式各样的三明治，比如哦不，哦 Subway 啦，哦你好 Subway， 什么地铁站啊？我们要一个20英尺长的肉丸腌肉，20英尺丸，不是丸，20英尺长，这不可能啊！好吧，顾客永远是对哦，这是 Subway 啦，翻成中文是什么？赛百味。与此同时，让我们看看 Ted 在干嘛。啊哈，那些外星人试图入侵地球，不在我的掌控范围内。如果我可以在未被发现的状况下潜入控制室的话，我可以改变自动驾驶上的设置，不要一直点头啊！然后控制这艘飞船远离地球，在他们有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之前，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快到了 GN Dash Z 一星系登上侦察船。正常人不会想到这些东西吗？我们要去劫船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可以偷偷看外星人在做什么吗？他们还会在便利商店，不是便利商店啊 ，Subway 里面还在里面呢、欸。可以偷偷进去吗？潜艇堡。对啊 ，Hello。哎，会被发现吗？不会，我可以偷走你的帽子吗？不行。我可以揍你。Hello。我可以把他揍死吗？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？我觉得会出现问题啊，还是不要揍好了。他是一个比较粗神经的外星人呐、啊，我要怎么上去啊？哦哦，准备通过牵引光速登上。哇哦！超展开啦、啊，直接上去哎、欸！这是电脑的音哦，哇！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进到宇宙飞船里面，虽然布局有点奇怪啦，找到控制室，从现在开始啊，羽毛，我是主角，其他都是里面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往哪里走啊？直到眼睛不舒服哎、欸，对，我是觉得配色有那么一点点怪怪的，好恶心哦！哎呦，救命哦！哎呦喂、哎！发绿色对眼睛都还比较好、哦。是不是绿色可以顾把揪？不好，好啦，好不好？不好，哪里有往哪里走啊？好烦哦！在同个地方绕啊！我绕了一整圈啊！啊？就刚啊？这里是吗、哦？到了啦！你找到控制室哦！这边超难的好不好？这边想象中的还要容易。卡枪，怎么那么一人呢、欸？我们要开走了我想这大概很简单吧。欢迎回来，请输入你的密码，你还有15秒的时间。15秒之后触发一次警告。什么？啊？什么？你被带了？吓毁了！你们明白情况，我真的拯救地球，我要上诉。真的？什么东西啊？走、哦！他们外星船，所以尴尬。你还想继续入侵这个星球吗？听起来挺不错的。在干嘛？到底太跳了吧？等等，你们还没有支付这20英寸长的肉丸烟罩。重磅新闻！重磅感觉很重哎、欸。各位观众，重磅新闻啊！就在最近，我们被通知一个崇拜海龟的外星种族向人类宣战啊！当局肯定有一个比较艰难的时期，懂吗？就像在一个壳子哦，英文 hard， 它是一个英文双关的马达，怎么了 Bob？ 我觉得我们需要帮助啊，所以现在我们的记者在现场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地球正在受到攻击，外星人正在威胁这个城市啊！显然，当地消防员是无能的。
这是在入侵现场收到受到灾害的第16个村民。What the heck？ 这不会是一个好结果。技术障碍，请等待。第16个村民，感谢你的报道。别担心，我们这位艰辛的记者经历了更糟糕的事情，他将在一周后回来，也许会完好无缺的。接下来天气预报，预计本周的天气将是多云或者是伴有下落的雨，飞船，我们不鼓励外运动。干嘛、啊？与此同时，在这个城市，太多云，越来越跳了吧？飞船出现。看看这些可怜的人类啊，他们和我们的卓越技术无法匹配啊！哇哈哈哈哈！是我们的吗？哦，不是不是，这个是 Subway 的那个 Subway 的队员呢？为什么那张脸看起来如此熟悉啊？哼，在你还没有还清三明治的钱之前，我不会去任何地方的。我想我们知道了什么？我们什么都试过了，大人。We can get past the 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为什么没有用船上的激光去分解它？我们现在没有战斗能力了。据来说，人类向我们扔了这么多三明治，我们所有的激光炮都堵塞了。可恶！我会自己处理完这件事情的。Prepare my compact suit， 准备我的战斗服。哇！准备湮灭吧，人类！人不需要为这些三明治付钱。说明按下，在干什么？说明。按下潜行键，按住 Shift 之后可以躲避一些碎片，生存一轮之后可以对对手造成伤害，但要注意不要被击中。准备好之后按下 Shift 吧，觉得太难可以跳过。失败后请不要立即点击潜行键，请稍作等待之后再点击。好，所以只要躲避子弹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了，准备了。不，啊！我还没完成。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啊！首先，我的侦察队现在又是这个。可是长官，我已经对这个星球了如指掌了。与此同时，你们应该把这个我的战斗服修好，否则我也因此失去我们的工作。你还欠我三明治。就这样，他从愤怒的外星人中拯救了地球。所以 Ted 呢？至于这个 Subway Guy， 他最后获得了总统的颁奖，最终他终于不会再要他的钱了。至于外星人，他们选择麻烦的火星。然而，我们可怜的主人公变成了什么？所以你在干什么？情况很复杂。你呢？这是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故事啊。好吧，你还有七年的时间告诉我关于他的事情。你们的关系很好哦，七年。我们这边有一个奇怪的公司。感谢你游玩本地图。什么 ？Alright， 今天这集冰到不行的地图，我的动作里搞一个段落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，如果你想成为英雄的话，快去上会吧。如果你们喜欢今天这集阿文手的话，还想看到更多这种狂到不行、制造到不行的地图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314159个喜欢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